超人决斗杂牌超人开始！哇！蜘蛛人，你这个爱穿紧身的娘娘腔！哦，够！不要！哎，你不用出招吗？哎，不好意思，要不对打一下？可以对打吗？可以对打。他头上这是什么？小叮当，你想冒出小叮当？ 他想飞走，根本不想飞，他想飞到底是谁呀你？啊！为什么他们来超人这么弱？先生，不是说要对打吗？啊，对打是。好。你这个爱去攀岩，不想可恶的家伙！啊啊啊！你不是讲吗？你是对打还是谁？你为什么是对打？出招！他怎么敢对你出招？你饶了他吧。 退一下，退一下，到你那，到你属于你的那个国家去，在那边。好，各位，我们今天看起来要做我们有史以来最幼稚的一集，就是我们要来为了所有的超级英雄吵架，欢迎我们。梦寐以求。欢迎五位来宾，好，你们好。欢迎。大家呢，今天出席。好，不费钱。不费钱。浩克怎么可能最强？Superman 最强。 面包超人最厉害，怎么会有人带面包超人来？我的 Superman， 我的 Superman！ 面包超人是卡通哪能算？怎么会有人支持 Superman？ 对 ，Superman 很好啊 ，Superman 制服颜色会不会太鲜艳？很好看啊，可是都是紧身衣。我觉得蝙蝠侠的衣服颜色比较好看。老实说，其实 Superman 是 leader。 所有的就是，比方说美国队长啦，哎，几岁？你讲那么幼稚？那我来讲。没有，我们不喜欢蝙蝠，那个超人是因为他太单调。我觉得自从钢铁人拍出来之后，大家很高兴，因为专门出漫画的一家公司自己开始出资拍片了，所以他把这些电影拍得比较准确一点。可是那个光剑明今天很明显就是他要诉诸他的学理来攻击你，就是你要讲浩克的时候，他抬出。 队长出来，浩克是一只会变大的青蛙。对，而且为什么浩克每次变大裤子都没有裂开？对，为什么？而且松紧裤啊！而且超人跟蝙蝠侠跟蜘蛛人在保护地球、保护城市的时候，请问浩克耗在哪里？浩克在发脾气，在停课，浩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问我一句话。 如果你今天把蝙蝠侠车拿走，他还能打得过敌人吗？打得过啊，打得过，打得过。他有摩托车。蝙蝠侠的车作用只有在那个灯亮的时候，他出场用。而已。他真正的厉害是他的本身。我觉得浩克的个性太阴暗。 就是他有很大的阴暗面。可是蝙蝠侠只是穿着警身衣的路人而已。我跟你讲，我有权威者的意见，我有访问李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有把卧虎藏龙的精神带去拍绿巨人浩克，对不对？他说哪有？我说浩克不是会轻功吗？他说浩克哪会轻功？我说在沙漠里面一跳跳那么高，他说他只是跳得高而已，那不是轻功啊。所以你浩克连轻功都不会。如果今天有一个外星的大坏蛋来攻打地球，你说派蝙蝠侠去比较好，还是派浩克？ 不是，那是蝙蝠侠。还谁？面包超人。为什么会支持面包超人？因为他面包拳击很强，一拳就可以打败。你要不要太布丁打算？面包超人。请问，如果蝙蝠侠？面包超人有资格加入今天？不要理他呢。面包超人不叫超人呐，他是啊，他是卖面包的啦。对啊，而且都哥就跟绿巨人在卖玉米罐头一样啊，对啊。 对，绿巨人就卖玉米，对啊。对，如果支持绿巨人浩克，干嘛不直接支持史瑞克算了？那也是绿的啊。史瑞克没有攻击性啊。史瑞克没有攻击性，他是和平爱好者。嘴巴臭的要死。对，而且这一集的浩克是变成要攻击女生，他才会变成浩克哦。他没有攻击性。史瑞克是什么类？他是卡通，他跟面包超人是一挂。不一样，面包超人他有超话的人物啦。
而且面包超人里面有包红豆馅。面包超人到底是干嘛？红豆馅？什么？红豆馅？再说一次。他不过就是一个漫画，他没有办法拍成真人。地球都要毁灭，谁管你红豆馅是什么？红豆馅是一个红豆面包。对啊，是红豆面包。所以如果地球毁灭，大家很饿可以吃它。对，可以吃它。而且他很厉害，每次受伤的时候，那果酱爷爷把烤一个。烤一张新的脸，他就又有力气。回家了。你说的超人，我的超人。他讲面包超人被打到肿，脸肿不是红豆就会从鼻孔流出来吗？会露馅啊。所以果酱爷爷这种角色贴感太重。哎呀，我露馅了，红豆流出。我们今天必须要把焦糖哥哥先赶出去，因为他带来的一个是面包超人，另外他把死神陆克列入我们的超级英雄名单里。什么东西啊？搞不懂，陆克是贞子类的东西。死神很厉害哦，就是说你看任何超人，比如说把就是超人他写克拉克笔记本来，对。哎，借我一下，我要写一个人的名字。我要写一个人的名字。没有，焦糖哥哥，你听我们分析，因为死神跟贞子都是属于神鬼类的。对对。死神在整部电影里都是怪力乱神。对。可是死神他只要写完笔记本，他就是，比如说克拉克肯特。三十秒他就死掉了，干嘛写这样课？对，所以超人就是比较熟，所以死神应该最厉害。所以他不算啊，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人类有超能力。那你就保佑那一支笔永远都会说。怪同学，死神应该被归类到对，不是制作单位吸血鬼那类。另外一集要聊灵异的再找他，好不好？所以好，我们先来界定，争斗范围就是人类，然后是要变装，对不对？没有变装要帅，超人不帅、啊，超人就要淘汰啦。没有超人超帅，你看，超帅的。不是你那在外面，你那个超人，你那个蝙蝠侠把所有电话亭收起来，他要干嘛？对啊，对。而且为什么他要好好的访问，当记者访问蝙蝠侠？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超人没有电话亭，他就不能换衣服吗？怎么换？他去哪里换呢？可以啊，可以到厕所换啊。真的？你有看过哪一集？没有，永远在电话亭。一定要在电话亭，对不对？他一定要在电话亭。你不是以为拿个手机然后去厕所就电话亭？以后现在电话亭非常缺。对对啊，我超人完蛋了。蝙蝠侠不过只是把内裤穿在头上哎，怎么穿？你要穿在外面哎，那我穿在头上哎，这是头盔。请问 Spider-Man。蜘蛛人一定要穿上那套衣服吗？对，他如果裸体的话也是废物。他本人也可以射，他可以射蜘蛛丝啊。对，他好像他私底下就是，不行吧？那是从衣服里面射出来的吧？不行，他一定要有。怎么可能是衣服射出来的？没有，从他的皮下是从他从那个下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变成蜘蛛了。所以你是说他也可以裸体的射那些丝吗？可以。你为什么一直想要？他会大家都裸体，你为什么一下子？不是，如果他没有穿那些衣服啊，那些丝可能不是从手上面射出来的。难怪他每次湿色越多，衣服越短，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湿到最后，这个话题会让他没有了，对不对？你这部片我会租来看。我觉得你设立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说。把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扒光，对，因为你们今天结果浩克就会赢，对，因为细想浩克他没有靠任何的防弹衣，他是真枪实弹，而你们都是穿了那种防弹的紧身衣在撑场面。看女生，你应该想要跟蝙蝠侠恋爱，而不是跟浩克恋爱。多帅！蝙蝠侠很有钱，脾气太坏，对，你没办法跟浩克谈恋爱，他好大，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变大变小，对，是。对你不能跟他发生太激烈的事情。对啊，他情绪不能太激动。对，所以你如果约会到一半，他突然变成三层楼高，不是很可怕吗？好，那你们愿不愿意承认蜘蛛人是比那个蝙蝠侠强的？没有啦，蜘蛛人没有。蜘蛛人，如果你把他丢到一个平原，他就没发挥，因为没有场可以飞来飞去。对，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他怎么飞给我看啊？啾个偏半天也啾不上去啊！怎么办呢？他讲得很对耶，蜘蛛人是需要有攀附的，对，一定要有地方。蜘蛛人基本上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丝跟他攀爬的那个能力，就他没有他没有力量吗？没有。有吧？我觉得蜘蛛人力气很大啊，可是他可以阻挡捷运，可是他会恢复。蝙蝠侠蛮弱的地方 ，no， 他阻挡捷运是靠蜘蛛丝，他是他会解释。等一下，用身体。那个手拿面包超的人说要说我们的蝙蝠侠弱，我看他怎么说我们弱。现在给你两分钟，你讲面包超人。没有蝙蝠侠，因为他本来就是人类，他没有任何的特异功能，他只有飞镖，对，他都是靠道具取胜。而且我记得蝙蝠侠甚至不会飞耶，所以如果超人拿了他的车跟飞机，然后立刻飞走，他就只能站在原地说：“哎，回来啊！”对，没错。就是你追不到啊。没有，而且罗宾
定位再过来。所以王立明今天带了一个代表你心目中的蝙蝠侠的公仔来，就是前面那个。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你怎么把你的公仔堆在这里？这个这有没有很像？这样跟所有观众教育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支持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买正版。对，因为很多这是什么？外面夜市那种盗版的。这是盗版。这小甜甜送的。这是红唇诶。盗版。对。他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哥，我跟你讲，我送你一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蝙蝠侠，因为这只蝙蝠侠擦了口红。”对，他是蝙蝠侠怎么传他的？这应该是那个蝙蝠侠吃完自己做的。这应该是要做小丑，后来做错，只好做成蝙蝠侠。我觉得这个是小 S 派人做的，因为符合小 S 对蝙蝠侠所有的污蔑，包括说他很娘，擦口红，然后背后偷偷拿了一个狼头，对，就是表示他只有道具，然后要偷偷伤害。而且那个蝙蝠侠那个头的脚还做不好。对。可是我请教一下支持蝙蝠侠的人，就是他真的没有什么。他除了道具之外没有武功，对不对？我觉得我会喜欢蝙蝠侠，是因为潜在的因素他多金，嗯，然后很多有钱，钢铁人更有钱，对，钢铁人更差不多，钢铁人有劳斯莱斯，蝙蝠侠也有。可钢铁人跟花花公子的每个月的伴游女郎都是，比较逊的一点，钢铁人开后来他把马子开奥迪哦。然后蝙蝠侠是开林宝坚尼，他们跟长板钢铁人跟蝙蝠侠最大的不一样是啥？钢铁人比蝙蝠侠好在就是说，钢铁人他的那个女助理是超级漂亮的，蝙蝠侠是一个老先生的管家哦，这钢铁人比较好。但是哪一集电？但是哪一集电影里面去蝙蝠侠他家的女主角不漂亮？是金贝辛格、乌玛苏曼、尼可基曼。我觉得首先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歧视女生，女生英雄呢？有女超人，神力女超人，有女超人，猫女，猫女好弱，猫女就是那个打扮成猫，然后在那个惊奇是超人里面有一个女生，还有 X 战警那个风暴，还有女超人，对我很喜欢超人。可是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带来的是我在台湾的，你带来的小飞侠里面的那只，我喜欢它，它是我唯一的在迪士尼里面的，所以它是有超能力的，没有，因为它这么小一点，它只要被手指头缠就昏倒了，对啊，没有。他你看那个 Peter Pan 的电影，他救过 Peter Pan 的男主角好几次，他只有这么大一个，他也不会讲话。小飞侠进入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Cares Peter Pan 怎样？完全没有闪过小飞侠。不要说。那我要把我小叮当拿出来了。不要说，没有带，我带小叮当。就算我的比他小叮当还蛮厉害的。小叮当才是最强的。他就是，比如说今天蝙蝠侠要打他，他任意门一拿出来，他立刻逃跑啊。他只能逃跑，他能做什么？他至少就是毫发无伤啊。停一停，小叮当是来自未来的机器人，对不对？对，所以他不是有生命的，不是。可是他很有灵魂。你只要把他尾巴一扳就关电，他就停了。所以他应该被放到变形金刚那一类去嘛，对不对？他是机器组合，跟面包超人一起的，算动漫那一类的。面包超人真的不在，面包超人在食物类里面，就是他真的很不错。应该是面包师傅，不是面包超人。可是变形金刚是来自外太空的，不是未来。然后小叮当是来自未来的，对。那Terminator 是来自未来，也是未来的机器人，对。所以阿诺施瓦辛格演的魔鬼终结者跟小叮当是同一种类别，差不多。魔鬼终结者，对，小叮当。大声！他今天带来一个代表性的公仔，是龙猫里面那个小女孩。对对对，这个好害羞哦。那你前面搞什么你？没有这个，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妹感情非常好。也是我跟他，他一天到晚黏着我，拿亲情来压我，就跟他黏着他姐姐一样。你敢带这个？还有我没有带小丸子，没有，因为我玩具非常多。对的，玩具非常多。这是大，其实大的蝙蝠侠，其实还没有他的，他还没有无敌铁金刚的时候，其实。我派我也很喜欢，大力水手，大力水手真的，大力水手应该归类为跟北斗神拳。卡通，所以没有花。无敌铁金刚今天是谁的英雄？没有人，所以没有人支持无敌铁金刚的。因为无敌铁金刚应该算是巨型机械人，对不对？而且他是要靠人类操控的，就跟你的那个钢铁人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无敌铁金刚跟科学小飞侠是同一挂的，就有人肉操控。为什么你不喜欢钢铁人？我喜欢钢铁人，可是因为今天他们俩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双双都是扣分的，双双都是很弱的。所以你们都没有人在迷钢铁人吗？钢铁，我觉得他还不错，只是。他很，我在迷钢铁人的驾驶者，就是那个男主角。哦，可是我没有在迷他的那个壳。
可是钢铁人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他起飞的姿势真的很丑，很丑，这样，对，像 Q B 一样。你坐下好吗？你带的是没有，就是比起来，我觉得就像超人，就是他的造型都太单调了。就永远变不到哪里，他永远是那样子。对啊，他的颜色超鲜艳呢。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蝙蝠侠有1000多种造型，有吗？不都黑色的吗？对啊，不都黑色？没有，有各式各样。你看像那边就有很多，他的耳朵可以烫成别的，对，还有卡通版的，有漫画版的，还有穿过银色的衣服。对，这里这么多哎，对啊。你看像超人的造型永远就是那样子，你没有看过别的，而且他内裤外穿的是对小朋友是不好的示范。我真的觉得超人有一点娘娘的。他娘啊，对，他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面包师傅比较娘吧，我已经感觉超人有什么就是油油的超人，我觉得他是赋予他的精神是非常可敬。什么精神？和平正义的使者，正义 peace， 这些面包超人都有。但是如果这个地球发生任何的 trouble 的时候，你面包超人能怎么样？就一样，就做面包嘛。不是他保护地球。我觉得超人有一，但我觉得有一点厉害的地方是，超人好像是少数去过外太空的。对，而且他可以让时空倒转。我跟他凭良心讲，他的血统比较高。凭良心讲，最厉害的其实是超人。是超人啊，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宇宙通行的，对，他可以飞出去，飞进来。他统治宇宙，而其他超人顶多统治地球。他所有的能量跟都在外星，所以超人应该是外星来的。是在外星，所以你叫做什么 ？Sorry， 你被归到。可是超人会死哎，你把他那个外星的那个什么石头啊，通通对，通通对，对啊，大家都死穴嘛。所以面包超人没有弱。你不要再面包超人了，面包超人就是，但是真正的时候可以用，那是谁？视觉感官的问题。你看这个机器人来到我们地球，我们都已经要对那个都已经要绝望了。然后超人飞起来，我们会有希望。好，对，面包超人飞起来，我们大概都昏倒。你讲的，你没有烤面包机就糗了。你讲到视觉这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外星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派出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红内裤出去，会不会显得太？会被笑，外星人会被笑。好像派蝙蝠侠出去比较体面的，他的造型啊，他上不了配备，他不会飞呀，不然就这样子好不好？蝙蝠侠最高的时候就靠着弹力弹到月亮的前。好了，不然我们就骑在超人的身上去了。可以啊，大家一起换旧衣服借他，可以。不是照你讲，他如果是队长，他怎么管得了这些队员呢？就是超人啊。哦，对，因为他力量最强，对，他的能源是最强。OK， 所以你迷超人是几岁开始的？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开录影带店，哇哦！其实我小时候收集 A 片啊，没有 A 片是另外一集，没有啦。他可能看到那一集，那个男主角就是扮成超人。哦，看过了。A 片常常有扮成超人的，还有什么位置？不是，小时候克里斯多夫李维那个时候的超人非常非常帅。看到那一集是刚好超人在欺负小精灵了。对。哎，你们讲得很那个哎，不是，这是你们小时候扮超人的照片。右边是我，哎不，左边是我，有挂披风是我。你那是成龙吧？蛇精雕手。哎，我以前小时候就知道 crossover， 成龙跟超人一起合体。这个是挂披风，这个是你吗？这是我，我小时候。Mickey Mouse 然后扮超人，对你更 crossover， 都来自美国。这个棉被啊，在我的身上存活。是黄飞鸿的姿势吗？不是，那是那个时候成龙那时候 A 计划的时代。哦，真的是融合功夫跟超人，是不是？对。那旁边那个是你哥吗？那旁边是我弟，就是对我弟。另外一个双胞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弟弟。他怎么那么高啊？对啊，穿鞋垫。哦，他是。不是。你看迷鞋啊！你小时候穿鞋垫的？没有啦，从小就迷鞋垫。没有啦。你必须要承认，演超人的演员都很帅，都是很帅的。可是如果他们是典型的美国的帅，而且他不是跟钢铁人那种堕落颓废型的是不一样。可是以我女性的立场，我比较喜欢钢铁人的那种有点风流。那演技就演那个蝙蝠侠更帅。对，我也要讲最新的蝙蝠侠是我喜欢的，但是蜘蛛人我就觉得好娘娘腔哦。对啊，因为蜘蛛人他不好好打架，一直在那边搞那种什么有多忧伤啊，什么内心层面的东西，然后在骗女生感情。而且蜘蛛人最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每次跟坏人打架，他都要被打得很惨，至少10分钟，然后一直哇躺在那边不动，然后最后衣服都破了，然后才，然后这观众已经气得半死，想说你这个荒唐鬼，他才最后一次起来跟他们对话。明明一开始吐司就好，对，所以今天都没有人要支持蜘蛛人的吗？我喜欢蜘蛛人，来，我觉得他的动作很帅，
什么都没有。没有娘，而且蜘蛛人对爱情的态度比较，对，他就是一直爱上一个女生，对，多浪漫啊，谁 care 啊？然后，可是超人表现得非常的绅士风，就是他对女生就是一直，而且超人在上班的时候戴那个眼镜都是很帅的。也是我很喜欢，那倒还好，他在报社上班的时候，对啊，很女是很帅的。突然跳脱他们的脸，然后聊那么幼稚的话题，还是蛮震惊。等这一集已经等了20年了，你知道吗？开心了，买前前后后买了蝙蝠侠快200只了。你现在还在爱蝙蝠侠？你最贵的一只蝙蝠侠花多少钱？那一只，哪一只？那个杂牌超人可不可以帮忙？你有拿出来吗？有没有放出来？哦，在那个下面，对，这个下面，这个。他看不到、啊、这个因为所有的都是塑胶的材质，要么就是合金的材质、嗯、这个是我没有看过这一只，这个是用手捏的，你说粘土哦，这个方便打开来给我看吗？可以我去英哥买的吗？不是不是啊，张文哥要完蛋了，我觉得他得罪汪志明了，张文哥对不起啊，对不起没关系啊，这个这只多少钱？这个材质4000多块哦，其实还好，还好，但是现在不止了，现在最少2-3倍了。他泡两倍吗？因为他有编号，不是啊，他有编号，不是他，因为会怕会坏掉了，所以用一些保护。所以这如果摔在地上的话，就会立刻碎掉，再见了，会碎掉。哇，这雕像很写实，就是实际攻击，他最高只有上到房顶。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手捏的，它不是机器。你说他再怎么样愤怒，飞不起来，就是一个弱点。质感很棒。请问一下哦，你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像 S 一样，就间接的嫌弃蝙蝠侠，说啊，他其实不厉害，一直没有。你看像那只最新的，就是现在因为那个有一个黑叉骑士要上了嘛，就是最新的蝙蝠侠那一只，就是啊，我前上礼拜才买，你还持续在购买，所以你看到 NONO 的大只的会很兴奋吗？很兴奋啊，非常兴奋啊，这一只是目前在台湾有上市过买得到的最大只，最大的。你为什么没有买？因为那时候要买没有了，没了，很贵吗？正常，还好哎，还好，也是4-5千块，差不多，可以把塑料袋拿起来吗？很帅，你不觉得哇？很帅，哒哒哒哒哒哒，这大概有60公分吧。很帅，真的，这哪有60？很帅，40吧。这绝对有60，有点像那个军上的中医师。而且我们要为了20公分吵架吗？请问这只很贵吗，同学？这个哦，焦糖哥哥，你再批评我们的蝙蝠侠，你试看看。我没有批评啊，只是什么，全都什么中医，什么中医。像那个我们去看中医，那不是有看穴道的吗？海会穴，什么穴，什么穴。焦糖哥哥，不过凭良心讲，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要那个超人们要飞到天空，然后去拯救人类，对抗外星人，这个东西起飞跟你那个。这个真的是比较值得托付。可是你不觉得派浩克出去跟外星人打仗很丢脸吗？你们有看最新的浩克吗？人类已经拿出那种生化还是什么最高科技的武器射他，他最后就这样突破难关，然后就浩克太金刚芭比了。不是，浩克有点像。他哪有芭比啊？他是金刚。浩克有点像兽类，对不对？他不太像人。对。他好像也是靠近动物那边。其实浩克可以归类为狼人那一类的电影。对啊。如果是狼人，那就是吸血鬼那边的啦。对对对 对。可是狼人没有人性，可是浩克有人性。你冷静一点，浩克的，我老实说，一道菜出来了要有卖相，浩克的卖相太差了。对。哎，对啊，你为什么这次不注重卖相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身为那个超，你今天为什么挂乌龟身上？你要吃吗？我爱吃吗？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既然是打的自己是很 powerful 的 man，那你就一出来一定要有那种气势。因为像浩克一出来，敌人就已经先怕了3分了。你看他一吼啊，大家就想说，哎，有点害怕。可是他会破坏很多建筑，哎。对啊，对，控制没有办法。为了要拯救地球，死几个那种，你知道，一般十几个人是必须要牺牲。这个就是分别出来蝙蝠侠跟超人好在哪里。对，超人好像也很。比方说蝙蝠侠。蝙蝠侠在看到一个路人在男生在欺负女生的话，蝙蝠侠比较能够急着，能够救到那个女生。超人常常飞过去。对，他飞太高。对对。所以我跟你讲，蝙蝠侠充其量不过就是个里长。对。他就是里长。是。对。而超人比较像国防部长。对。超人就是你知道。我们可以把那个层级拉高一点吗？他是市长。可以承认史上最烂的超人是那个金刚狼里面旁边的同伴，有一个戴墨镜的。他烂在哪里？那个比面包超人好多了。那个超厉害，那个眼睛一拿掉就滋，全部都亮出来。那个蛮厉害的，那个很棒，好吗？那个家伙，
他的造型很帅。那个家伙，你如果把他的墨镜拿下来，然后你不小心跟他对看的话，你就被他烧死了。对，你为什么要跟他的墨镜拿下来对看？没有，那个家伙你把他眼镜拿掉，然后就是想碰到每个男人都把他扒光。你要不然就要把别人扒光，要不然就要把巨人扒光。不是他，你万一他偷了他的眼镜，就会把地球上全部的人类都烧死哎，因为他眼睛就是会这样乱射啊。所以那个为什么他？我懂你，就是说他如果只不过要找一下他的钥匙在哪里，结果不小心把眼镜拿下来，就化为焦土。如果要讲滥杀无辜的话，他比那个浩克还更滥杀无辜。他如果没有了墨镜，他就是把全部的人都烂。因为 X 战警里的人就是一群很难控制的、很准确的人。对，他们是有一团的。Nono 为什么会去想说蜘蛛人在平原这件事情？这个很好。对啊，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我就想到，因为他永远都在高楼大厦，他们荡来荡去的。他在沙漠也会不行，对不对？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家徒四壁的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高楼什么的。他在平原就挂了。就他一直吸了很多限量章。哦，有沙漠，就是平原沙漠上突然有飞机飞过去，他就有一个着力点，就飞走了，就刚好有一个什么飞机或什么东西，他刚好着力起舞，就这样就走了。他可能会等个5-6个小时啊，你那边打超惨，然后飞机走下来了，没办法，那也不行，那依赖性太强。所以没有人要把蜘蛛人排在前面的，然后。超人在能力上也是比蝙蝠侠厉害。像我跟 Nono 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是收玩具的，比较少人收蜘蛛人，很少，我很少听过人家。对，可是蜘蛛人是因为蜘蛛人某一家电影公司起死回生的一部片。对啊，对，可是他后来他出的东西就是比较卡通。我觉得比较纳闷的是，钢铁人那么红，大卖座，然后。钢铁人公仔就没有，都还没出来，对，还没来得及出。而且钢铁人是靠架，有啦，但是不多。你看那边，那边有不多。哪里不多？最旁边那个就是钢铁人。钢铁人，对，那个就是。哎，可不可以借我来那个车？对，那个是 final 的最后的造型。对，我觉得钢铁人就是本身很帅。OK。哦 ，sorry， 真的看起来还好哎。嗯，就是他就是。对，因为他整个人被包的太多了。对。然后钢铁这件事情就是不像塑料那么性感，就橡皮衣比较性感。看起来很没有，他没有若隐若现，有没有看到下巴、嘴巴这样？哦，对，他整个都比较泥人，然后他整个机器人一样。那你还不如买无敌铁金刚就好，他整个躲在里面操作啊，对不对？而且再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蝙蝠侠还有一点真功夫，而他就是一定是要靠驾驶。钢铁人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机器战警。嗯。No， 机器战警是外星人。机器战警不是外星人，不是，他是真人。Robocop 是真人，对 ，Robocop 是真人。死掉的警察被改造成，死掉的警察被改造，死而复生是僵尸。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问，就那边桌上最显眼那只脸颊红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面包超人的朋友是不是？那只吗？那只头上黄黄那个是什么？他是 Momo， 他叫 Momo。他是某某台的台柱，其实我觉得蝙蝠侠你敢像这么大、啊？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带他来，让我解释一下。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你们台的台柱搬到超级英雄中间？他有什么 super power 吗？把他跟我的公仔摆在一起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也想来东西，所以就把你可以现在叫他讲个谢谢我。真的啦，我都会跟大家讲谢谢，我跟汪建明在这里舔一个礼拜的地板。我每次要说舔地板啊，如果他可以说谢谢，我就把我所有的蝙蝠侠送给别人。真的，我每次出门说某某江哥要去工作了，帮我加油，他就帮我加油。哇，你哪个恭维啊？你要不要我介绍你去林毅？我觉得你可能，我觉得你可能会失业了，你的人格特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他叫某某，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因为你收藏的公仔中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让大哥哥们觉得比较赏识的吗？哎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好悲伤，比他好。死神啊，死神很帅，可是他真的不在今天的类别里。桌上还有几个那个从海里捞上来的遗体，哎，就没有穿衣服躺在那边，有四个遗体。对，那是什么？那是 QB 啊，你看他是不是很像钢铁人起飞的样子？哎，所以郭彦均，你这个是哪里超人？这个屌，这个是屌。对，这个2000多而已，这是我20岁那年生日的时候，我爸爸送的。有一种很难过，你知道那有一个画面，那个这个吗？那个超人飞过这边的时候，会看到往地上看，会一直摇头。直接飞了，飞走。他觉得这一座是什么东西啊？什么？飞过这边的时候都很开心哦啊哇！然后他，我觉得超人会注意，他会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就他飞过的时候。会下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啊？对，然后他会非常非常 confused， 原来我保护的是这些人。
然后通知警察局。我们会跟他挥挥手，他说：“哎，超人要记得穿裤子，要穿内裤。”真的，他真的交通哥把城市搞得乱七八糟。没错。好，那请问许嘉玲，你桌上这些是全部是那只小精灵吗？没有，其实我在美国还我最喜欢的其实蝙蝠侠，因为我喜欢他的故事。我认为超人是很厉害，可是我觉得蝙蝠侠是比较特别、然后我喜欢他的黑暗的部分，然后他的敌人都很酷。我觉得蝙蝠侠的敌人比较反而比较迷人。他的敌人很如果要讲到蝙蝠侠，企鹅，然后小丑，然后蝙蝠侠的故事的确被拍成电影的空间比较多，嗯、对不对？对。你们看完电影会不会也会立刻跟旁边的人讨论说你觉得谁厉害？对，蝙蝠侠跟蜘蛛人对打谁会赢？我以前就是跟姐姐吵起来啊。为了什么？因为姐姐她是最爱超人，然后我其实、okay. 我觉得超人厉害，可是我觉得她很无聊，然后我就没有被吸引。我觉得对女生来讲，超人的个性有点无聊，乖乖派啊，不会夜太干净，也不喝酒。可是我姐姐就喜欢这种的、啊，就很干净，然后英雄，她就是很明显是英雄。我觉得蝙蝠侠就是有一点。其他的，因为超人就算被坏人打得半死的时候，头发也没有乱，也不会乱。对啊，他就太干净、太漂亮，他发胶用量不太大。是，因为我觉得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是某个人的超人。比如说我今天娶个老婆，我希望我是他的超人，帮他解决任何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女生还是比较喜欢钢铁人跟蝙蝠侠的个性，就会带我们去你知道外面玩啊、喝酒。對對對，所以你们看完了 X 战警，就会研究哪一个比较厉害吗？就会想说，如果你有超能力，要选。X战就是戴墨镜的那个家伙，是不是？还有金刚狼、风暴女那些，你们会觉得谁最强吗？那个如果把蝙蝠侠摆进去，他们应该就。他们就有领导的人物了。其实 X 里面的那个坐轮椅的他很厉害，因为他就是可以控制。他有心灵，对对对，万磁王。我其实最喜欢他。我最喜欢唤醒女了，他可以变化成。哎，那你们有看《惊奇四超人》？你可能都有。唤醒女这个点是可以聊的，为什么也不理他？可是那个为什么你们通常对于集团的战士们就会比较冷感，对不对？嗯。就如果是一队这种四五个，你们就觉得。像惊奇四超人里面也，因为我觉得超人还是要单打独斗，他们就没办法有一个人具备很多种能力，对，就感觉大家都来互补，没错，像一个只能拉很长，但是他可能就没办法挡火，单挑一个可能可以挡火，可是他就没办法飞，少一个人就完蛋了，单挑比较 man， 就像偶像团体，如果把他们拆开来出片，你总会觉得好像弱了不少啊，对啊，就觉得啊还是要靠旁边那个人帮你跳舞，哦你不是主唱哦，就觉得他少了一项那种你知道感觉。而且还要对分，钱要对分，重点。所以你们走看完电影走出来的时候，身边的女生会觉得很厌倦吗？因为我有带过女生看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她就是每一场都会瞌睡的那种。可是我现在觉得，她变形金刚也能睡，然后钢铁人也能睡。可是我觉得本身困吧，应该是。我觉得她睡觉早点睡。真的，变形金刚的问题是你看到最后，你会搞不清楚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对，因为他们飞得很近，然后大家都是卡车的外形都差不多。对对。但是其实很多女生是迷超人片的。我觉得。为什么后来这一波拍 superhero 的电影会票房那么好？是因为加了很多浪漫的剧情进去。对，不管蝙蝠侠或者蜘蛛人、钢铁人，女性观众都有东西可以看。其实蝙蝠侠真的很厉害，因为蝙蝠侠是 playboy， 他不是爱一个女生而已，他每一集都有不同，可是女生还是会喜欢他。对。可是你有没有研究过蝙蝠侠里头的反派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比方说企鹅是什么、啊？企鹅是从小他被遗弃。他被他爸爸妈妈遗弃，他是人类吗？他是人类啊，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小孩子，他被他爸爸妈妈丢到河里面，那个河飘到那个下水道里面，那个下水道里面长了很多的企鹅，那个企鹅被企鹅带大了，所以他也会很会，他吃鱼，然后他潜水什么他都会，所以他后来慢慢长得像企鹅了，对对对对对，他的人格特性有偏差的，对，这故事好像泰山了，就是那小孩子被森林的动物。就是，扎克超人，你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这是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哎，这还蛮好玩的耶。那会发射出东西吗？没有，它是出声音而已，然后会亮这样。你可以轰自己的头吗？啊，轰自己的头，它有声音而已啊。应该融合吹风机吗？那个？请问你们真的会去买
他们的制服来玩吗？制服不会，制服不会。比方说公仔，对。我会买他们衣服。会了，有了 T 恤，对。这种 T 恤哦，但是 T 恤不算啦。可是在美国，我们那个万圣节，我们其实真的会装扮成。对，如果是有卖那种很帅的这种面具，像那种头罩这样，可能就会买回来。我知道的比较夸张的是那个谁，古天乐在美国买了一只真人版的，真人版的，就是1:1的，很大，就是跟全身的那种盔甲都有整套的，然后皮的全皮的鞋子。所以如果那个要卖要转让给你的话，你愿意出到多少？哇，那很贵哦。那个买不到，那个现在网络上面价差不多60几万。他是买还买得到吗？买不到，我朋友有一套，台湾也有一套，就是在我朋友那边。我有一个朋友，他有那个《机器战警》真实的那一套衣服，就是电影里面那个人就是穿那套衣服。对他们有时候会电影拍完会慈善义卖，然后去拍卖。对，我那个朋友有好多超人。我朋友有那个真人 size 的那个林志玲的看板。好贵，有那个什么？你希望你想去做教堂的旁边吗？想丢掉又不好意思丢掉，小姐姐来这边，这是一个累赘吗？也是跟电影公司要来。哎，那如果你们的女朋友阻止你们买这些公仔呢？就是说花太多钱买这些。我还好，我会说服她让我买。有被阻止过是不是？被阻止啊，被阻止。后来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好像是占地方，对不对？占地方，对的。好占地方，而且你们陈列等于是每天都要清，不然就是像你讲的。因为迷宫仔的人好像有一个迷思，说不可以从盒子里拿出来。对，没有，我大部分都是放在柜子里面，拿出盒子来。没有，我都没有拿出来。会做那个玻璃柜，像你这样陈列已经是把它拆开了，对不对？没有，他就是这样，他留在盒子里，他就是这样，对，还是在这里。你说你们的公仔都在盒子里面。要不然就要买两只，一只拿出来陈列，一只要看的，因为你就是希望它是完整好。有人家里如果来了小孩，可以把他们拿出来玩吗？当然是不行，就是还没打开就不要。所以我不能碰小朋友，我是不会让他们碰，不能拿你那个蝙蝠侠，然后这样飞啊飞啊踢啊。那可能那可能就变他飞了。会有一区给小朋友。那如果洗澡的时候，他不可以拿去在水里弄吗？这些是可以的，水里就玩那个面包超人就好了。会软掉吗？你知道那面包会软掉吗？面包超人不能碰水，碰水还会没有力气。哦，你看过年来了吧？所以下雨天，好可怜。对，蝙蝠侠跟面包超人打赌，大家在下雨天，对不对？在路上站10分钟，谁敢去淋雨？你讲的没错，好可怜，下雨就不能打仗。好可怜哦，当个超人连水都不能喝啊！哇，今天要出去救人，面包超人，我要去救人了。气象报告，好，今天会下雨哦。啊，不好意思啊，可以撑雨伞啊，不能出去。大雨天啊，拿个雨伞去救人，蝙蝠侠，然后冰块还要帮你撑伞，这样。蝙蝠侠都要装备面。超人戴一顶安全帽不可以吗？我觉得 NONO 今天想到两个超人的很死穴耶。对啊，因为面包超人真的淋雨，他就是软掉。可是他很荒谬，就是他不愿意面对蝙蝠侠的弱点呐、啊。没有啦，蝙蝠侠他没什么弱点。他不会飞啊，他是人类，没办法飞啦。他衣服不一定要飞才会救人嘛。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人类，所以才伟大。我其实搞不清楚蝙蝠侠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是拳击吗？就是他很人性。谁要人性？因为他最厉害，好像只有一把飞镖，是会丢出去，打到人家再飞回来的那个。他基本上还是赤手跟人家打。那如果今天坏人捅他一刀，然后飞走，他要怎么办？就气得直跳墙。他捅不进，他的刀捅他那个，可是他可以戳他下巴，哎，对啊，一直这样射，把那边打烂，他就只能气得直跳脚啊！哎呀哎呀，别走了，然后就又这不合理啊！他嘴巴露在那儿。哎，讲话嘛，才会清楚。可是以往，如果蝙蝠侠出去救人的话，他遇上塞车怎么办？哦，他有飞机啊。对啊，他的车可以。他也有摩托车啊。他那摩托车。对，是可以。哎，我这个等一下图借你回去看一下，他这个可以飞起来。不是，就是一开出去的时候。而且你对我们的蝙蝠侠非常的不注意哦，他的车子。比方说塞车的话，它可以变成很细，然后通过去。真的吗？那它可以突然撑起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轮子一张开，就是好像一个巷子这样就开过去。所以想如果蝙蝠侠今天晚上去吃那个火锅吃到饱，哎，下雨了，只要没有下雨都，他一路没办法穿的时候怎么办？对，肚子胀就塞不进橡皮衣里面。那不就跟蜘蛛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吗？没有，蜘蛛人可以撑出小腹，还是可以出去啊。其实体型不好看。射的时候这边是有个小腹。当初我们在定做蝙蝠侠。
下的衣服的时候，它的伸缩性很大很强的，所以它即使发福，基本上不会看那个就知道它一定有束缚功能呐、啊。它里面就穿了那个调整型内衣，穿马甲，它真的是人性的盔甲，就随着你的体型然后去调整。你一直拿人性来糊弄我们、欸，真的啦，不要生气啊。OK 啦，你们在迷他是因为他玩车子，对不对？有钱玩摩托车又玩跑车，所以如果今天蝙蝠侠是穷光蛋，你们不会迷他吗？可能就没那么迷了。怪不得他们对全民超人很没兴趣耶，因为全民超人很穷，潦倒的，是不是？是。那请问你桌上还有这前方一直放着一个我看不懂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哦，这个、啊、就是蝙蝠灯啊。这哦，这个可珍贵的了，这个比都到网上去拍，很多钱。介绍一下，就比方说他这一次配合这个电影出了一万只好了。在里面可能只有十只或是二十只，有付到这一个。为什么？这整你天亮暗的时候，那个蝙蝠灯不是会打到天上吗？对啊，它会打到天空，蝙蝠表示它出任务了。不然你把那个灯暗掉嘛，超人不高兴了。怎么了？你说这个灯可以暗一点吗？投影，投影在投影上面有一个蝙蝠，它会有灯的一个 mark， 这样，它会有一个小灯。真的耶！对，一个蝙蝠，你越远它就越大。你说这个是抽签抽到的？不是抽签，就是不是？比方说，它跟核丸一样。嗯，盒丸，比方说这你不懂吧？这里面有二十个盒丸，嗯，这二十个里面可能都没有这个盒子里的玩具，对，哦，盒丸，它很少，所以你是说你这个一拿出来，收藏家们就会很惊讶？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你一直摆在前面，我们没有问，你也不打算讲，你这么低调、啊，没关系，反正你们也不懂。唐勇哥，我发现蝙蝠侠一个弱点了，什么？就是说当停电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你这一集都在想蝙蝠侠弱点，不是？他今天来的功能，麻烦你想一下面包超人的优点。对，想一个面包超人的优点。没有，现在他讲。有啦，面包超人有优点啊，就现在原物料涨了，面包涨了，涨价就这样而已。所以我就涨价就这样而已啊。谢谢大家。我们终于找到面包超人他存在的意义。他真的很跋扈哎，而且我就算遇难，我也不想大叫面包超人快来救我、啊。怎么样也不会想要，再怎么样也都会想到那个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对，也不会想到面包超人。OK， 菩萨是另外一集好不好？菩萨什么的，还有另外神佛的另外一集、啊。他前面这个蝙蝠灯，人家如果要跟你买，你要在什么状况下才愿意卖？真的？绝对不卖。20万。20万有可能会买了，前面真的，这是钱的问题。因为20万，我就可以上网再买一个了嘛。NONO 的公仔有花很多钱吧？很多钱哦，还蛮多的，因为我收的不止这个，有没有到超过50万？嗯，前前后后应该有，应该我想超30万啊。30万，然后你都不卖来图不？没有，不能当投资。他有一个朋友发疯了、啊，有400多只无敌铁金刚。对。将近30万全部卖给人，他就一次上网就一次，因为他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发觉，他买这么多，我对，因为他也不想再收了，他也觉得算了，对啊，那400只大概要70-80万，他上网哦，2天以内就有超过10个买家来看，对，然后后来整批卖给人家，对，28万整批。因为收公仔就是一个无底洞啊，就你要收到什么时候、啊？对对对，像这个、啊，像这个《星际大战》系列真的可以丢掉。对，那个这是非常浪费钱，太多了，因为它不断的出很多，就是、对对对，一直欺骗你们感情嘛。台湾的人好像对《星际大战》有时候觉得他武功也不是太还好、啊。《星际大战》很慢呢，他们弄那个发亮的灯打。他也是一刀挥下来，我就已经把他闪了起来。因为就是派东方不败去的话，啊、就是。已经把那个 Luke Skywalker 没那么厉害了。对，可是美国观众还蛮迷星际大战，也是从小陪他们长大吧。我觉得是比较故事的，喜欢故事。好，所以今天归咎出来最烂的就是面包超人吧。我们对胶囊公平点，就是下次有日本戏的时候再说。日系，因为美国戏真的不想跟日本戏的多谈。我说呢，我也很喜欢蝙蝠侠啦，只是他们的一面倒，我还是要持反对的意见。如果你手上是握的是面包超人呢、啊？所以胶囊哥哥，如果你今天被坏人绑架，你会希望谁来救你？蝙蝠侠，他背叛他的面包超人了。面包超人回去要哭了，面包超人今天面包超人一哭就有水就会变软掉。果酱爷爷，赶快帮我烤新的脸，等一下果酱爷爷。好，谢谢大家收看。果酱爷爷，果酱爷爷，大家带玩具超长。